你搁那里闻啥呢？新地毯，搞不好有好吃的。真的吗？让我看看。没有啊，没瞅见。这里有吗？这里呢？这里呢？这里总有吧？都没有啊，你是不是诓我呢？今天吃什么好呢？饭还没好吗？这一天天的能不饭好了吗？你说我刚吃过了。尊嘟假嘟，我已经三分钟没吃饭了，这是要弄啥嘞？拍完了吗？那我走了。走你。看我干嘛？我才不钻那玩意。这是个啥啊？新玩具吗？哟呵，是我最喜欢的洞洞，我钻。真有安全感呢。一个地毯真有那么好玩吗？很不理解啊，家人们。你把头塞里面弄啥嘞？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玩具吗？走你。你踩我脑瓜子蒙的，滚开呀、啊、敢欺负我姐妹，你不要命了？谁允许你抢我位置了？还要我去给我扇的眼冒金星？小飞棍来呢，你还敢来？滚开啊，谁都别想跟我抢。这么抢手吗？还能打起来？幼稚，这可咋玩啊？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要干嘛？小飞棍来呢，吓我一跳。捡这个球是吧？看我的。我去，这洞还没我头大，你让我咋进去？出来让我钻会。行吧行吧，你咋不玩了？我去，就我钻不进去是吧？其实大头猫咪是吧，猫咪的悲欢并不相通。你在这捣鼓半天图个啥？你不如逗我玩。嚯，是要陪我陪球玩我。我去，终于进来了，可以开始陪我玩了。好玩外玩，下次还玩。还有那个球球呢？滚开，别抢我位置。我去，这球有点眼熟啊。如你所见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我再也不想玩这地毯了。